Hello， 大家好，依旧是你们这个秦总哥啊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这个，运输船的一些这个点位教学篇啊。这个运输船的这个点位教学篇的话，它有很多啊，像这些点位啊，这个大家平常这个玩运输船啊什么的啊，打单顺啊，或者说打单顺，或者说用来练枪啊，一些气炮点位啊，这样这个对狙手都是很重要的啊。那么大家到时候啊，拿这个来打运输船啊，就是你单顺也好啊，打顺也好啊，跟别人磕顺也好，或者说直接啊练枪啊什么的都好啊，这些都对大家有很多帮助的啊。那么今天来讲一下啊，第一个点位呢就是这个点啊，这个点先要上这个地方啊，用蹲跳跳蹲啊，然后直接跳上来就可以了啊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直接这个点可以直接打他家啊。也可以在单身的时候，也可以破这个三角箱啊，这个品质箱。当然，大家也可以直接到这个红灯泡上面去啊，给大家示范一下。在潜伏压保卫家的时候，用这个点啊，这个保卫也会有点这个看不懂啊。就是你可以在他出来的时候这样啊跳上来，第二个点位呢，就是这个灯泡啊，灯泡是可以吸的啊，是可以吸住人的啊。咱们出来的时候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啊。我用另外一台电脑啊，这样的话大家容易这个看不出来啊。我用这台电脑给大家示范一下。大家看到了吧？那么像这个点的话，它有很多用处啊。什么用处呢？啊，给大家这个示范一下。我先开这个号去那个点啊，大家稍等一下。好，那么在我们被人打死的时候，你看到对手要上高点的时候啊，大家看到了就可以直接狙了他啊，一个空降也可以，这个地方也可以用空降啊，只要你不是跳起来用的啊，都可以用啊，就是在空中的时候按下蹲啊，这个点你想下的话，随便按一下方向键啊，就是按这个蹲键就可以掉下来了啊。好，那么保卫这边还有几个点啊，一个是这个。啊，踩在这个斧头上啊，还有这边这个门啊，这个门像这个轮船的这个方向盘一样的，也是可以上去的啊，还有这个灯也是可以吸的啊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我现在就被这个灯给吸住了啊，很简单，只要把你的头转上去就跳蹲就可以了啊。像这个点的话，这个方向盘的话，直接踩上来就可以了啊，一个侧身跳啊。像这个点的话就更简单了啊。W 加 S，然后跳蹲啊，就是按得快就行了啊，就可以上来了啊。这个点也是视野很宽阔的啊，可以破很多点啊。基本上除了这边以外啊，还有那边箱子的，就是那些掩体后面啊，基本上这个视野算是比较开阔的了啊。哦，这个点还没讲。我们上不去了。啊，这个到等一下再讲吧。还有这两边这个点啊，这个就是上高台的时候啊，大家要记住啊，你要贴着，不管你从哪个方向跳也好，你从后面跳也好啊，只要你贴住这个地方啊，贴住这个地方啊，就是按着方向键，然后跳蹲啊，跳蹲就行了。这个也像鬼跳一样啊，就是你要在上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要等它，不要像这样啊，不要像这样上去，你再跳蹲，这样就上不去了啊，直接。跳下蹲就行了啊。像这个直接跳蹲上箱的话，这个还有一个方法啊，就是跳啊，很简单，哎，一步就可以上去了。大家看到没有？如果你是直接这样跳蹲的话，那肯定是上不去的。像这个平面箱的话，直接跳蹲是上不去的。那么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啊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再用这个试一下。哎，按错了。大家看到没有？一步就可以上去了。只需要跳，先按跳，然后先按跳啊。放慢节奏讲一下的话，就是跳蹲，跳方向键，
跳发现键加盾啊就可以了。像这些点位都是很容易上的，像这个绿皮箱的话，只需要这个远眺就可以过来了。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远眺的啊，当然你这个身法用得好的话，会给对手造成很大的压力，不管是野战也好啊，全都顺也好啊，大家都知道打全都顺抠顺的话，身法和打法是为主的啊。像这个地方潜伏家这边上高台的话，就是他两边有的新手朋友可能会感觉，就是有点难上啊，就是节奏不一样啊，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啊，也差不了多少啊。你熟练了就好啊。这个麦放在桌子上有点别扭啊，这个用的是话筒啊。如果用耳机的麦，那就太小声了。这边这个也是一样的啊，就直接爬上来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边这两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啊，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，这个地方是查下方向盘的话是只露一个头的，大家看到可以破很多点。好像我刚才讲的那个箱子的话，好，大家看到了啊，我已经上来了。这个方法很简单啊，就是按住 W 加 S 啊，你要先按 S，因为你是往后跳的啊。那么我们这是往前跳，按 W 加 S 蹲跳，蹲跳跳蹲，哎，这个没跳好啊。其实这个很简单的，上来了，只要掌握好节奏就行了。因为我现在是趴在桌子上的，因为这个麦，它是一个话筒，它垫在桌子上的，所以说有点不太好按，所以就那个一点啊。像这些，哎，像这些门啊什么的，它都是很容易上的。当然啊，这个点的话，你只要用一个远跳，或者说用这种方法，没用哈。没用哈，这个不需要，就是说一定要对准这个地方，对准这个地方反倒是上不去，你稍微这个出一点点差错就可以了。这个大家自己去摸索吧，就直接过去的时候就往这边走，然后我去了，加一个蹲就行了，哎，就上来了，像我这样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就直接往这边走，在空中的时候一个连跳，按一下跳蹲就上来了。好，我看一下还有哪个点没讲，基本也就差不多了。像这些地方啊，远跳过去就可以了。还有这个。这个一个整的爬箱啊，直接爬上来了，不知道大家这个看不看得清啊？这些地方呢，基本就是一个远眺，远眺就是按两个方向键，就是从你的正前方起跑，然后按两个方向键，从你的斜对面，就是说，比如说右上角啊，或者说右下角啊，右啊左上角、左下角啊，这样跳啊。就很方便的啊，运输船它的这个点位的话，差不多也就这么多啊。像这些地方啊，大家应该都会上啊。我讲的主要是那些啊，不是很多人会的。我看一下还有哪个点没讲啊？有的点位连我自己都忘记了。好像都讲完了吧？啊，这个对大家打顺啊，或者说怎么的啊，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。好，那么今天节目就给大家这个带到这里吧。好，大家再见啊。